有请郑审文先生请入座。有请吕柱石先生请入座。有请潘国荣先生请入座。有请黄金良先生请入座。有请罗卓先生请入座。有请冼君先生请入座。有请黄伟明先生请入座。以下是宣布致谢，各位亲友，陈万祥先生时日丧礼，盛逢在中亲友在百忙中仍然抽出宝贵时间远道亲临致谢，并蒙所赐送花圈、花牌、祭像、奠仪金等代礼，主家衷心感谢。稍后陈万祥先生于本礼堂辞令后，其灵柩随即出殡，将奉移至钻石山火化场进行火化礼，若亲友有宽裕时间，欲送先人灵柩到火化场参与举火礼，主家备设旅游专车停泊本馆门外接送各亲友大步，部分亲友因公干私事未便送行，一息间于本礼堂辞令后可以自便请回，有心同时主家亦备设英雄酒以表敬意，地点是位于北角富林大酒家，紧定于火化礼完毕之后，回程时随即有专车接送各亲友大步，敬希各亲友一同到步参聚。所报告完毕，现在有请村友孝服立有腰白的家属请起立，请按次序跟随南和先生入座。家属面向先人遗像躬行三鞠躬辞令礼，一鞠躬再鞠躬
三鞠躬，家属请返回原有位置，仍然站立，以便向各位来宾致谢。请家属返回原有位置，请站立。有请扶灵席嘉宾请起立。扶灵席嘉宾起立后，请四位四位一列，面向先人为像，躬行三鞠躬辞灵礼。请行出去啦！行禮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屬謝禮。請返回原有位置請坐。有請在中來賓全體請起立。來賓起立後請齊集名堂當中，幾位一行，幾位一列，面向先人為像，躬行三鞠躬辭靈禮。齊集肅立，行禮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屬謝禮。來賓請返回原有位置，仍然站立。有請黃天控先生左手邊第一位。有請扶靈席嘉賓鄭審雲先生右手邊第一位。有請李柱石先生左手邊第二位。有請潘國明先生右手邊第二位。有請黃根良先生左手邊第三位。有請羅卓先生右手邊第三位。有請冼坤先生左手邊第四位。有請黃偉明先生右手邊第四位。有请扶灵席嘉宾开步。有请各位拿齐晒所有私人物品，以便送售出。礼成走板。師兄等埋我啊，我要跟財車。啊，陣我陣落嚟，我陣落。我上架車先。O K。我留七啊，兩個有啲電話啊。好落。我女又翻落樓下先，各位。啊，跟樓梯行啊，方便啲。
Thank you.